什么都不放的羊肉串就是孜然和辣椒。老邢，咱骑个自行车慢慢带你逛西安，低碳出行。时隔两年，再次来到洒金桥逛吃逛吃。媳妇儿，先给你安排石榴汁儿，这么大的石榴，来石榴汁儿两杯。大杯小杯，大杯小杯说，那要大杯，都是现榨的石榴汁儿。现在你到各个旅游城市都有这个。哎呀，看这队排的，咱也得排队呀、啊。两个20块，脸一样大的牛肉饼。来，媳妇儿，快尝尝，小心烫啊！哇，真酥啊！我都学会了，牛肉、胡椒、葱花就没了，主要它这个外壳太酥了。等我回家给你做啊，媳妇儿。太鲜了啊！真香，我感觉没有咱以前吃肉多了呢，媳妇儿。啊？胡辣汤咋卖的？啊，还带肉丸里边。啊。9块钱这一大碗，胡辣汤，搅一搅。哇，里边还带肉丸。啊，好滑溜啊！这玩意儿跟饼是绝配啊。嗯。啊，西安太好了。这小生活太幸福了，真香，好喝吗？好开胃呀、啊！油炸柿子胡桃2.5块一个，柿子和面粉做的，这个得做了几十年了是吧？27年了。哦呦，大叔说刚干这时候还年轻小伙呢，现在都变老头了。我的天哪！我妈和我丈母娘老愿意吃这个东西了。西安的物价2.5块一个，这么大的胡桃饼，来媳妇尝尝啥味儿？看啊。香吗？香酥香酥的。柿子饼怎么卖的？大姐说可以先尝后买。这个硬一点的好吃。25一斤都一样呗，就是啊、一样来一盒，一盒54，一盒51，两盒，回家给我妈或丈母娘吃。媳妇儿，这趟西安你不胖5斤，咱就算白来了。啊？好吃啊，太好吃了。哇，酸汤水饺哇，一进屋就闻到饺子汤味儿。我去，没有位置坐呀！哎呀，这大灶夸夸的牛肉小炒泡馍，来一份吧。这一碗24块钱，牛肉还是不少啊。来点辣子，西安的辣椒这两天吃的挺舒服。哦，这你看看嘛，对吧？我来块牛肉，辣椒油太香了。好吃啊！可以，不错。来一口饮料。啥啊！太字了，黏黏糊糊的，这一碗真好吃，太香了。来到西安就吃这些东西，一天200块钱可劲儿造、啊，吃不了都。200块钱能吃3天啊？啊！不爱这羊肉都是现切现烤啊，都是手工现穿。他们串串怎么不扎手啊？我一串串就扎手，一把10串才20块钱，还是美女给烤的。你这一天不得烤个几千串啊？啊！我看美女这手法不像是替班的呀。美女好漂亮。别瞎说啊！哇，什么都不放的羊肉串就是孜然和辣椒。哎呀，来媳妇儿，这多没长心呢！这家把孩子扔家了，搁外边有吃有喝的。哎呀！你领我出来的。我陪你来吃，我出来陪你来吃的。原肉直接烤的，没腌。哇，这羊肉串烤的太棒了。爽。